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某商店呢、啊、将液晶电视按原价，原价我假设哈是 X 好了，原价呢提高 40%， 哦，变成定价，那原价提高 40% 就是1+0.4 了，哦，0.4%就0.4嘛 ，X， 哦，这变成定价。好，大力宣传，大酬宾八折优惠，结果的话哈，结果每台液晶电视比原价多赚了2700元，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哈，把它打八折，打八折就是 1.4X 嘛哈，乘以呢0.8，哦，八折就是 80%， 哦，就0.8。打八折以后，它比原价的话呢，还多出2700块，哦，减掉原价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2700。好，那么折每台液晶电视的原价要求 X 为多少呢？好，那我们先来看呢，乘起来1.4乘以0.8，4832112。11.2，减一的话就是0.12，哦，0.12X 等于2700元，那也就是说哈 ，X 的话等于多少呢？0.12分之2700，然后把它除以3，3×4=12，0.04啊，3×9=27900。就等于1/4000000，我加2个0。好，那我们知道100的话哈，除以4是25嘛，哦，所以这个是等于9×25，啊，再乘以后面2个0，25×9，9×5=15，即4×22。225后面2个0，哦，定那个原价是22500元，所以他应该要选 B，22500元。